嘿哟，这里是励志老台，我是布拉空的好朋友，台湾最潮修复师阿力。那南岛终于入境了，南岛终于入境了。那今天呢，又回到了阿力的 gata， 就是八级进倒数管理厅。那为什么今天要回到管理厅呢？因为今天呢有一场开光的仪式啊，是阿力一个很好的弟弟，他的文恒圣地要开光了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来管理厅来看一场很隆重盛大的开光仪式 ，Let's go go！ 哎、欸，那个不是传说中的阿力？最潮修复师啊！我们从宜兰哦，我们远从宜兰的龟山岛来到了台南，就是为了来看这场银川演派的开光，来撞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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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大力了，太大力了。好，这样子就让我们把镜头带到里面来看一下吧。好，哎，大家各自先忙啊，拜拜拜拜拜。好，现在我们人已经在八旗进关渡厅里面。啊，即马伊九六平安宫的小法，即马咧做仪式叫做清坛，清坛。然后帕拉考是韩老师，即马伊的仪式就是清坛，啊，但可能有小娃他来了开光，嘿，啊，所以咱即马来讲来观众讲话，因为我去完江宁的小法，啊，咱咧做清坛，啊，大家其他仪式，咱就来看啦，啊 ，Let's go。那我们现在看到的仪式就是钓鱼，就是钓鱼，就是一个钓鱼的摆。然后这是一个后来仪式，就是在钓虾、摸牙、观众，然后就看到大家云在钓鱼的动作。
之后，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准备要开工了。宗教仪式来讲，就是从开埔，然后还有算是阿里巴的历史，然后到最后的仪式就是开工。啊，开工这个仪式，它的用意就是说，把神像啊，它的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，还有四肢，然后全身，然后经由一个仪式，宗教仪式，然后让它入圣，让它可以变成由凡转圣的一个仪式。这个仪式呢，就是让一尊本来很单纯的艺术品，然后变成它是有感官的神明。啊，这是一个在台湾民俗宗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神像啊，在开光之前，一般呢都会用红纸或红布把他的脸部给遮起来，这是一个传统习俗，就是怕说在开光之前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跑进去，所以他会把它遮起来，然后在开光由凡转圣这个仪式之前，才会把这个红纸跟红布掀起来。在开光之前，红纸掀开之后啊，法师就会用警锥，让人把我们要开光的神像或法器先警戒，就是一个清净的一个仪式。开光最主要就是要去开光笔，啊，去得开光镜，啊，伫开光之前，法师就爱先贴笔甲贴镜，啊。把也是一种由凡转圣的仪式啊，就是把笔或镜子变成一种神圣的法器，然后才来进行开光这个仪式。现在法师的就是用镜子，然后借着外靠里头的灯，然后把光照进去神像里面，就是意思呢，就是有点像把天神借由光，然后用镜子把它安进去神像里面的一个仪式啊。人家看到就是已经开始在开光啊，然后法师呢就会用笔开始从眼睛、鼻子、嘴巴、耳朵、四肢这样去点他的这些五官啊，就是感官的那些。我们人就像我们人身上的器官一样啊，就是这个仪式，就是说把我们一个艺术品的神像，然后变成神明，然后让它有所感觉，有所感官。
那我们今天已经看完了一场很圆满的开光仪式，那也恭祝云南圣地开光圆满大吉，然后也祝福他成为显赫。今天开光的主家是阿力，一个很好的一个弟弟，那我也很由衷的恭喜他完成他的心愿。那今天呢的开光介绍就到这里，那不要忘记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 IG 跟 FB 记得也要点一下订阅哦，一起玩，嗨，See you。